好，我现在带你来的是到的地方，就是我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殡仪现场。了解了，我刚刚讲青梅竹马的那道街就是在这里的，对，竹马就在这里。哦，竹马就在这里。好，哎，这建筑真的好看，对，前面一看就应该有上百年了吧？有哈。这个是这个聚落里面是最重要的房子，就是这间。OK， 最重要。是这间，就是典狱长的旧宿舍，现在开放了，以前是不开放的。市政府在1910年代开始是规划出那个市政府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有台中监狱了。监狱在旁边，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管理监狱的一个聚落，警察宿舍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围墙都有铁丝网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前铁丝网当然不是这么可怕。是。我们来这里为什么对典狱长印象特别深刻？是因为我专门来这里做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让这边的小孩子讨厌我们？因为我们来这里都在偷水果。水果，对。哎，真的满地都是杨桃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打架的理由吗？对，非常重要的。哦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几棵杨桃树，包括后面的芒果树。芒果树，你看这些杨桃这么靠墙壁，真的。小时候。所以你不是翻墙进来吧？不是，所以你那时候不是跳过来，是直接在墙外就可以摘到水果了。两个人呢、啊，我站在他的肩膀，然后伸出来手去伸去摘这个杨桃啊，哦，就这样拿着，然后吃就开始这样子。哎，对，就是安尼，哎，拜托我黑我矮啦，这是我呢，我小时候这样。今天一碰它就下来了。对，味道怎么样？非常香，嗯，这个是50年前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这真的是我们叫古早味哈。我马上被挤掉了。嗨。我带回家去吃，小时候的，太好了，天然的，嗯，真好吃，真好吃啊，味生生了哈，嗯，不酸吧？酸啊，但是那个就是要这种酸味，过日味要嘛，小时候就吃这种的，哦，讲好讲，你可不可以再更多一点？我要带回去给我妈妈吃。